海边的海鲜酱，很早就有人带小朋友来玩水，现在脚水还没退完。看到人家在抓虾猴，他在抓虾猴啊，大哥，好多哦，这个叫板栗，我得看没看见，看板栗对吧？虾猴会在泥下钻洞。把它抓出来给大家看看，一只白虾苗，快回游大海去，寄居蟹，寄居蟹有分两种，陆生和水生，这种是水生的。有只小螃蟹被困在废弃渔网，把它解开放回水里，让它活下去。终于把你弄出来了，回去海里吧。这里发现一只蛤蜊，海瓜子，这颗蛤蜊死掉了。大家看下水螃蟹怎么钻进去沙里，这里有一只金猴贝，有一只可爱的河豚在这里，看小海螺它怎么搅动的。这是小猫眼螺在钻进去沙里，常见的叫桥蟹，它们的生长环境
是在淡水和海水的交汇处。他们身上有两颗长长的眼睛。